又是一群满满的购买力正在涌向黄金街。我现在也是要去黄金街的，就在前面了，不远，这边吧，那个位置。那边有一颗，就是据说是镇街之宝吧，非卖品，全是黄金，然后中间有一颗超大的钻石。就大概全长也就200来米吧，但是应该有上百家，至少上百家这个卖珠宝的店。据说也是有真有假的，所以如果不会买的话就不要乱买。现在去香料集市，离这边不远。这是藏红花，对，便宜。习大大好朋友，习大大好朋友，他说习大大好朋友，哎呦，这都是些香料，我也不认识。估计刚才卖藏红花的那个小伙儿，那个小哥也挺无聊的，一直站在那边。来了一个中国人陪他说了会儿话，吹了会牛，习大大好朋友，笑死我了。现在已经进了这个香料市场了，然后有点太香了，就会打喷嚏，然后动不动就有一些小哥会过来跟你说藏红花，藏红花，就是个黑沙呀，好像他要给我，还要给我干嘛？戴那个，戴那个头纱。天猫的，你好。Hello， 我带了一个这个玩意儿，哎呦呦，这个好大，这已经给我脸全部盖住了。这个，然后它也很长。现在出了刚才那个试衣服的那家店，它也没有强买强卖了，也没有怎么样。Hello， 他也没有强买强卖了，就是Hello， how are you？ 呀、yeah, ，你好，你好，习大大好朋友，又是习大大好朋友 ，China Pakistan 朋友兄弟。Yeah, oh, so you are、yeah. from Pakistan？ Yeah， you're from China？ Yeah， 哦、oh, ，漂亮，哦、oh, yeah. ，帅 ，Good， Yeah， Good， Bye， Bye， Bye。到处都有，我举着相机，路上各种过来搭讪的，但是他们还好了，蛮友好的，因为他们是巴基斯坦的，巴基斯坦跟中国嘛，老铁嘛，对吧？整个这个黄金市场呀，香料市场这边，基本上都是印度、巴基斯坦那边的人，巴基斯坦人应该为多吧，做生意的人可能是巴基斯坦的，然后打工的人可能印度的偏多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吧。拜拜。点个关注吧。